重心最长跟平行四边形一起挂钩 ，OK？ 那因为我们知道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其实会把，对角线的这个交点哈，对角线是会把两条对角线互相平分，所以 O 是中点，好 ，O 是 AC 中点，然后他又说 E 也是中点，所以 G 当然叫做重心。可是目前为止，AG 没有连起来，还是觉得怪怪，所以我们会把它先连起来。在他说珠 G1 是6。DGE 这里是6块钱，所以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6，36。听听，他问的只有谁？是不是 AOB？ 18。对，所以因为这里是18嘛，所以这整个就也是18。好，所以答案是猪。